女孩一起跳半身虎应援歌，可爱笑容配上超萌动作，虏获粉丝心。圈圈带着 Tiger Girls 一起练习应援。十五号，中信兄弟在大巨蛋举办阪神甲子园球场日100周年大巨蛋特试版。中信兄弟 PS 女孩加上六位阪神舞啦啦队女孩 Tiger Girls， 再加上 PS 女孩两位韩国成员边和绿和李丹飞，集结台日韩三国啦啦队，不止替场上球员加油。碰上世界警察日，趁机会感谢警察辛劳。球迷在比赛开始前涌进球场抢买纪念品。这次邀请到两位阪神 OB 拳手金本知宪和密集佳男担任开球嘉宾。而富邦悍将周末和日职太平洋联盟及日本火腿斗士合作日本祭，赛前邀请火腿外野手山谷全势开球。周五他提前到台到新庄球场看球，高举人气啦队员 Jesse 的毛巾， Jesse 也向他回给手指爱心，连日本球星也为台湾啦啦队疯狂。台北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